球，难呢、啊？是操控困难还是没那么难？你买来玩玩看，来，你来，来去买来玩，你买来玩，拍个影片教学，我帮你分享。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啊！我看到你弹的好顺，我的妈！为什么？没有，我弹上去又下来了。没有，我还没上厕所啦，我等音乐回来。那个脚是不是要弹那个脚胶啊？不然那个脚胶我觉得很难。你们观众最会的不就是？嗯，很简单啊。过很简单啊。干画画也很简单啊，你们想那么难？画画名就很难，画画名就很简单啊，想那么难？简单的呢，对啊。什么东西？我知道了，我的天啊！我要上厕所了，我要上厕所了。Oh my goodness! Oh my god! 我跳到汗都流出来了哎，我刚才洗过澡哎。我大拇指都要扭回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有人往回爬？耶、yeah, 哎！我在里面可以这边乱晃耶！ Yeah. 你是不是没有踩到全部的点、啊？对，我没有。酷吧，酷吧，酷吧！耶、yeah, ！我进入视角了耶！ Yeah. 哦，他只是一次跳机会哦。嗯，打了。哦，被上面拦下来。嗨，哈基。嗨。动起来啊！动起来！动起来！动起来！你们。我是放弃了啦，看其他人啊。我也放弃了，放弃。我再跳一次。好，一次哦，我看到了。一次快点，你没好，一机会没了。啊，没了没了没了，没了。没机会了。你的金球在哪里？哇！哎哎哎，那个红变红色，那也太快了吧？怎么可能？啊，金球在最右后方。右后方。哦，我看到了。Hello。等一下，那个篮球也太难了吧！太难了吧，篮球那个位置。不是，而且那个有时间很快，我刚刚到的时候已经过了。虽然是每次都会有新、啊、哦，我知道了，让那个 Y 可以重来。哎、欸，迟到了。为什么跳不到那边、啊？很晕，对啊，就很晕啊。左前方不是有个跳板？那哪是跳板啊？那只是墙壁。掉下去了、啊！不要，我要掉下去了！哇，我直接掉下去了、啊！哎，不要，我要掉下去了！这个是不能穿过那个圈吗？圈就直接往直直掉下去。我拿到一颗篮球，而且要按加速，我要按加速，结果一站要重来。对啊，不要！但我一加速，然后我就直坠落，我手都是汗啊！刚来求说明就打弹珠啊，跑酷打弹珠、啊，高尔夫球啦，可以自己控制方向的高尔夫球，会对对，会弹的哦，啊，蓝色的，弹出去，不要，蓝的超难的、欸，不要，我在爬墙，爬墙，爬墙，爬墙、啊、下去了，爬墙，爬墙，爬墙，啊，爬墙。爬墙，爬墙，不要！慢慢来好了。算了算了，让蓝色放弃了，放弃了。哇！爬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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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爬墙。哦哦哦哦哦！我越来越高了。哦，我爬到世界顶端了，我爬到世界顶端了。太多了！爬到世界顶端了。爬墙啊！过来了。爬墙。知道了。你是直接爬过那透明墙上去哦？对，那个透明墙可以爬。好扯啊！哎呦，我还是没有抓到爬的精髓。我也没有。对啊。哎呦，超级不会。你想知道怎么上去？我只会往下爬。只往下爬。对。要金球，金球，金球，让我吃。啊！等一下，啊，过关了。嗯，没有，这个叫做突破游戏的第四面墙。嗯，啊！我只是想吃金球而已。那个，你们等一下，如果、啊、金球都吃完了哈，可以要过可以过，我这边我有障碍，我过不了，我过不了。我在这个，我在起点等了。我这一关我举手，我举手，我举手。
我这一关有障碍、啊。还想挑战的，等下举手一下这样子。好，耶，这关。哦，进球在前面。哇，我往下弹。哇，我抓到头。哎呀，被看中了。圈在后面，绿圈在后面。啊。啊，蓝圈，我看蓝圈。绿圈在这里，绿圈没碰到，我要先吃球了。哇，篮球好、哦、要好快哦！等一下啊，不要把我弹下去！啊、嗯，然后被弹下去了。啊，我下去了。啊，我直接下去了。金球，哎、欸，金球是两颗吗？有两颗啊。哦，有几关有两颗啊？有几关有两颗？刚这关是不是两颗、啊？对，这关两颗哎。哦，有一颗在下面。下面。嗯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哎、欸，这要一点速度哎、欸，啊，下去了！哎、我刚刚是怎么上去的我都不知道啊！哇，我是怎么上去的？啊，没事，白痴，他被弹过来，我怎么上去了、啊？怎么现在上不去了、啊？对啊，哦，我上来了，怎么上去的、啊？锵锵锵锵锵！哇，被冲下去！我呀，我自己锵下来了。你锵了吗？我吃不到。哎，让我上去！哇，不要！我上去了，我上去了！哎、欸，那颗球，我要那颗球，好难吃到。等一下吃不到这个绿圈，有了。哎、啊、呦喂！哎，掉出去了、哦，在上面了。对，在上面。哎、欸，拜。我绕了起码快十次了吧？啊，那个走旁边可以绕，走旁边可以绕回去吗？对。有看过网球王子的回旋蛇球吗？哦，有，回来了。海棠，熏。哎呀，你还想接那个熏是吧？我想说啊！吃不到那一颗。我坐在下面了啊！怎么吃不到那颗？那个怎么吃？哎、欸，这一关有三颗哎、欸！好、啊，真的假的？对，终点那边有一颗，终点一颗啊啊！但是那颗要怎么吃啊？那个刚往上那个吃不到那地方，啊，它过一个甲板就又一颗。嗯，哦，我吃到终点那颗，我要先去终点吃。哎呦！我要继续吃那个了，我超慢难吃那一颗了，哇，被撞出来了，哦，有够难、欸、啊！就是后面真的是越来越难吃哎、欸，超难的，不好吃，歹吃，歹吃，不是不好吃而已，歹吃，吃到一颗，我一颗都吃不到，你可以去吃终点那颗、哎、比较好跳，嗯。前提是你要先到终点，就是从后秒踩，然后去终点直接拿。哦，那是终点哦。对啊，这是终点。啊，哎、欸，那第三颗在哪里啊？你再回来，刚刚一直要吃第一颗金球的地方。你经过的时候，好像会有一个金球在另外一面。哎呀，等一下，就这样出去了？你怎么这样子离开世界了？应该说好像看到顶在。哎、欸，好像不是，好像同一颗哎、欸。底部那个是同一颗吧？那个是到终点了。哦，那只有两颗，对不起。对。那我好了，吃终点那一颗好了，知道。那我先吃终点那一颗、啊。怎么都掉下来了？我现在连吃终点都有困难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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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嘿，等一下，终于上去了，又滚下来了。我突然觉得，如果这个影片要剪精华的话，我直接剪大家的叫声就好了。就是哇哇哇！全部结束了，就这些就好了。等一下，不要，你不要下去 ，no！ 啊！对对对，等下去。好像剪个闹钟紧急哦，就是。哦、那我们的观众超多的，好不好？真的。哎，你怎么突然加速？哎，我一直撞到上面那个板子哦，真的、嗯、啊，就下去了，哎，差一点呢，可恶！有看到画面开始有一些，就是那种粒子效果卡住了，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小雨，哎、欸、对，好像牙齿了，耶，知道了。
好开心哦！我要哭了！我们还有人在上面，我要在上面跳了。放弃，还在跑，放弃了，我还在跑。等一下，我是下。好，等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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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我杰克跟李月。哇，谁的残影看起来跟猫尾巴一样啊？我要在七点等你们。一条毛毛虫。等一下，我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。好，等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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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没上去，不行，我不行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最后了，最后了。等一下，有了，有了吗？有了，有了。下去了。这猫尾巴谁的啊？好漂亮哦。哎，毛尾巴陨月的，你打那个左上角那个 RT 可以开 LB 可以开姓名。下一关啦！我没有猫尾巴，没有。那猫尾巴不是你的吗？没有，我只是一个月亮而已啊。残影，残影，残影，残影。我残影是音符。那个，哎，看起来像火的是谁啊？你说三条尾巴？对啊。哦，那个是我啊，三条就火的这个是书本。结果说这个很帅，哎，旁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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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了啊，没吃到，再吃。哇塞，那个篮球好快哦！耶，吃到了，啊，没吃到，等那篮球要掉下去，哎，你要怎么上来啊？就只为了自杀？不是，因为你自杀可以爬墙，可以爬墙，要用靠爬，你要爬墙，因为那个篮球会哪里？欧瑞一路过关的啊，是哦，来不及了，玩大的。你死掉以后，他会时间会重算，他还重算。嗯，我刚出来到第一个转角，我就看到他消失了，怎么死啊？要用冲刺吧？太有技术了啦，可能太技术了。啊、你要冲刺才行。你是给哈扣玩家玩的，对啊。哦。过去就结束了。我觉得到 end 都很哈扣，怎么办呢、啊？差点知道，我差点知道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要结束才有那个经验值哎、欸。嗯，没关系啦。没关系啊，经验值是什么？经验值赚金球啊，只想赚球，金球比较重要。哎呦喂！好了，我可以了，可以继续了。还有人要挑战吗 ？No， 你可以走了。我也吃到球了，经验值随缘啦。下次会不会再开也不知道。对，没有错。只有杰克，这边好多，就杰克氪金。我的，这个钻到好像还跑，不会怎样。哦，这地板会动。哦呦，等一下，我没有。哎呦，对啊，金球嘞。啊，卡在在里面了。找一下，在哪里？我只看到篮球。等一下看不到，墙壁上吧。在上面，在上面，在上面。哪一个？上面隧道上面。隧道哪一个隧道？哪个隧道？第一个。太麻烦了吧？要跳上去哦。对，弹上去吧。又是要弹的吗？嗯，那我先放弃了。嗯。我要来尝试。我上去，其实左右弹一弹，它就不小心就会弹上去了。嗯。弹上去了。是没啊？爬墙其实还好，没有很难。嗯哼，碰到墙壁的瞬一瞬间按 H 那个 shift 就好了。shift 是加速吗？掉下来了，加速对。再试一次。等一下。哦，原来上来了。我上来了。我怎么弹下来了？我一直想说碰到墙壁就被弹走，原来是要按加速。嗯，有了，我到了。等一下，让我上去，让我上去。哦，有了。我吃个金球，好，等我一下啊。我吃个金球。哦哟，下去了，知道了，开心。等下就疯狂抽抽乐。那个时候开始抽啊，看有没有死的吗？真的，真的。我可以等下先出去抽吗？他结束了，二期了哎、欸，快啊，现在二期了哦，继续吗？谁的喷射火焰啊？放弃吗？我放弃，我已经终点了。等一下，还过哦，金球，等我金球。好，等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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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那，手机没电了，去充电啦、啊。你可以换电脑来看。找篮球。有了。
有了，过了，等他过来吧，等他过来吧，等他过，好，等他过。这关没有很难，直接走过来就好了。用。下一关，关关 go。嗯 ，go。哇，这个金球好高哦！啊，弹回来会乱弹呢！哇塞，我紫色在外面哦！不要弹，这个也是要靠那个吗？弹墙壁的，要弹的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又，等一下，我不会弹墙壁啊！有个紫球哎、欸，紫球在墙的另外一边呢、欸。我试试看，它在墙的另外一边、欸，知道了。哦，弹墙大师、欸，你是弹球大师啊！可是我还没回来知道而已，没回来知道你不行。哎，我看到有人到了，要弹回来就是。我不会弹呢、欸，怎么弹啊？这边墙壁比较小，我也不太会弹。嗯，我要用那个大墙壁稍微练一下。啊，可惜。不行啊，我一弹就要往下跳啦。嗯、哦，有吃到。我觉得弹用滑鼠键盘比较好弹，那个摇杆超难。摇杆会连续。对，摇杆你会就是弹，然后你就弹走了，就来不及按就跑走了。啊啊！所以是到底怎么弹啊？就是你碰到墙壁的时候，你按那个加速，然后它会往后一下，然后你就再按，就按加速。哎、欸，知道了，哈哈。往后一下再按加速。嗯，就是它会弹到墙壁往后啊，然后你就再按加速。你们。摇杆的 B 有东西吗？我刚刚可以平，有啊，可以，你可以平滑，一个位置做一个，嗯，空中切换，切换方向，它可以转一下。弹墙有障碍，我有障碍。呀！怎么弹啊？好难弹哦。哦，我弹到了，哇！现在不要死掉，现在不要死掉，现在都不死掉。